啊，各位善知识啊，大家来听佛陀的教导啊。那么佛陀啊，就告诉这位二十亿耳比丘啊，我今问汝，谁亦答我？二十亿耳，汝在俗世善谈情何？你呢？啊，有钱人家，这些都是啊必然有的。那钢琴呐、啊，什么琴呐、啊，什么这个啊享受的一些这个娱乐，那必然是有的。所以佛陀就告诉这位二十亿耳啊，他说：“我现在就问你。”你就随意啊，把你所做到的告诉我，回答我吧。啊，二十亿耳啊，你没有出家之前，在家的时候是不是很会弹琴呢？哦，我看你这个手指呢，这个很对这个的这个琴方面呢，这个很有一套。那么这位亿耳比丘就说呢，如是是真。对的，啊、哦，我对这个琴方面是，很专长，很会弹琴。那么我们佛陀啊，就借这个机会来开示他了。那么佛就问啦、啊：“于云何？那么你的认为人，你认为怎么样呢？你想想对不对？如弹琴时热极其弦，得作微妙和雅音何？”他说：“你把这个弦啊，这个线啊，这个调得很紧啊，这么紧，这个弹琴的时候，把这个啊琴的线啊，这个调得很紧，那么能够啊造出啊演奏出很微妙的、很温和的、很好听的音声吗？”我们啊，亦有比丘就答复说：“何也？说真不行啊！啊，这个啊，它这个琴的线，你如果调得太紧了，钢琴这个什么啊，这个胡琴啊，各式各样的琴，如果把这个弦的那个线啊。”调得很紧啊，那决定没有办法啊，这个弹出很微妙、很温柔、很好听的啊一个声音。那么现在我们佛陀又问他，相反的呢，云何若反其弦，灵化微妙和雅音何？那么假如把这条线调得很松，那么这样弹出来声音好听吗？啊，能够有微妙的和雅的音声啊，在这个出现吗？我们亦尔比丘答复说：“佛也，世尊，那不可能的。”啊，那么第三，我们佛陀就问他了，那么就这样啦。假如啊，把这个线调得很好啊，不太缓也不太急，不太紧也不太松，调得恰到好处，然后能够发出很微妙的、很和雅的、很温柔的啊，很好听的音声，对不对？亦尔比丘他说：“如是是真啊。”对呀、啊，你有错。啊，我们佛陀啊，要开示弟子讲经说法啊，是很善巧的，不光是讲道理，讲长篇大论的道理呢，这个啊，不容感动。哦，所以我们佛陀借着
啊，这一位义友比丘啊，他在家的时候啊，喜欢弹琴，很善于弹琴啊，对这个弹琴啊很专长，就从这边这个题目切入，给他有一种亲切感啊。那么现在我们佛陀正式要开示了啊，佛告二十亿耳，精进太极，争取调回精进太烦，令人懈怠，是故如当平等修习摄受，莫着莫放逸，莫取相啊。这正式的题目了，正式要在开始的啊，真是切入正题了。刚才是从啊他善于弹琴这边问起啊，现在如同刚才所讲的琴这个弦啊，如果调得太紧，调得太松，都没有办法演奏出很好的妙音啊。只有把这个弦这个线调得刚刚好啊，恰到好处，而后才能啊弹出演奏出很和雅的很好听的音声。那么现在佛陀就借这个事实啊来开示他啊，你知道啦，既然这个啊弹琴这线不能太紧不能太松，只有在调到恰到好处啊这个情况之下，才能弹出好听的音乐。同样的道理呀，修行啊，修行要精进是没有错的。什么才是正精进啊？什么才是个平等的啊精进啊？佛法讲精进，不是明冲冲冲大地的冲啊，急不得，不是急躁啊，猛冲，急躁猛冲不算精进。精进太急，你跑太快太过急了，争取调回啊，增加你的乱心，调心就是浮东飘西荡哦，也这个弄得好像一种急躁不安，极度的我们人鞭策自己，我们不能懈怠，不能放逸，不懈怠不放逸是对的，但是弄得鞭策过度了那么而造成内心之中的急躁不安，那就变成个调局了，这是不对的。相反的，精进太烦，如果太懈怠了精进不过，那就产生懈怠那么就浪费你的生命了，浪费的生命所以不管急也好烦也好，都不合佛法的中道义，不合佛法所讲的正精进那么怎么办呢？他说要平等修习摄受，要修这个平等的精进，恰到好处的不烦不急的这样精进，这样修不要执着，各分的执着要求太高逼着自己
超过我们能够承担的压力，那时候你就退心了，哦，你就再走不上去了。你说，菩萨道，我们佛教常说，哎，你要发心，要发菩提心，哦，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话是没有错的。可是呢，对一般人，你还没有这个程度，哦，忍不住了，行不动了，那也就要退心了。所以我们说，你要发心，发心都发心，啊，不管是哪一方面做事情也好，修行也好，哦，要恰当，啊，也可以就是要量力而为，啊，随顺这个因缘，超过了，啊，那就很容易，啊，退心，啊，因为就是说这个啊，譬如说，我们看呐，啊，佛陀过去他行布施，所有钱的拿去布施了。不但把这些身外之钱拿去布施了，把家庭的妻子儿女都拿去布施了，连他自己最喜欢的人最珍惜的是什么？我们生命在里面最珍惜的是什么？你说我的手指，我们常常就说很多修行人啊，烧纸把这指头砍掉，哦，表示自己，哦，的一种啊坚韧的精神、牺牲的精神，哦，要这样像菩萨啊来学习，砍掉，砍掉手指没有关系。最难的，把你眼睛，眼睛挖掉了，你想想看，还行不行？我们佛陀在前生的时候，为了众生的需要，他有眼睛，我就给你眼睛。哦，用我的这个最喜欢的珠宝，就给你这珠宝。哦，眼耳鼻舌身，哪个地方你喜欢，我就无所不施。众生的要求，有求必应。那么也许有的人就来模仿啦，啊，那佛陀做得到了，比丘丈夫我亦尔，他既然做得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我劝你不要做吧，你还没有这样程度，哦，你没有这样道理，哦，这样做下去马上就没有了，菩提道马上就菩提心马上就退失掉了，哦，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尽心尽力，不能懈怠，不能坚定，哦，但是超出我们范围，我们能承担的范围，哦，勉强过度，哦，压力已经达到我们承这个受不了，没有办法承担的这个程度，那这时候就完了。所以这里说啊，不要太过于勉强，当然不能放逸，也不能取向，我们就是执着取向，要快一点，快快快快。如果不快点这个了脱生死，那完了啊！佛陀教我们啊，人命无常，在呼吸间，这是一个警惕啊。那么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人生，把握难得人生，好好去取向解脱之道，这是对的，啊，可是急躁不安，啊，
弄得自己啊，这个啊，没有办法再承担下去，就如同我们刚才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一位二十亿儿，听说哦，他这个脚的非常嫩呐、啊，有钱人都穿皮鞋的嘛，哪里从来说叫你一天吃一餐呐、啊？那沙爷家一有钱人一天吃几餐？哦，一下子燕窝，一下子什么参汤，一下子什么鸡汤，一下子什么汤？哦，从早到晚都在吃。现在一天就托钵化饭吃一餐，吃的、穿的、用的，哦，现在出了家，什么都放弃了，一心一意的，啊、哦，二六十钟，啊、哦，可以说不眠不休啊，真不眠不休了，哦，有些人的工作狂。嗯，不眠不休的做，做到最后身体都坏掉了。哦，那事情如果不顺利，那这话你就是让他太灰心了。那么这时候呢，啊、哦，我们就是说啊，要啊随顺因缘。啊、哦，我们常常讲无我，我们不能主宰一切。啊、哦，要因缘。具足了，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我们说水到渠成，那我们说自然而然你就啊成功了啊。如果你各份的执着啊，那么这个非马上正果不可啊，那就难了啊。所以世间永远是一个极端。我们现在普遍一般人都是属于懈怠众生，所以提倡要精进，哈、哦，那么说啊，要啊尽量的啊能舍，哦，能布施，不要太兼贪，啊、哦，是以现在一般人来讲，哈、哦，这个要鼓励人家啊不要。懈怠、哦、由于我们的懈怠，所以一切功德善法都没有办法成就，我们的烦恼业障也就没有办法去克除、哦、所以啊，鼓励精进是对的，但是这里啊，我们从这个亦有比丘啊的情形也学到说啊，精进啊是要正精进，是平等的精进啊、嗯，那么所以这里所讲的精进啊，根据啊我们瑜伽师地论的解说啊，有几个不同的这个啊这个四种相。第一个，这个精进是平等的精进。什么叫做平等的精进呢？啊，就是不能太过分的。啊，调举啊，而花钱精进，因为各份的会使我们身心疲倦，一疲倦就损伤脑害我们的身体跟心灵啊，身心。疲倦了，身心受到损恼了，那时候你就再走不下去了。相反的，你也不能太懈怠，精进不够，精进不够呢，那就浪费你的生命。使你在一生之中毫无所得。那么举个最啊简单的例子，你说啊，我们在这个煮东西，
你如果蒙佛一直开蒙佛，你的饭菜就烧焦了，烧焦了，火太猛了嘛，对不对？你的火力不够，太微弱了，烧了半天了煮不熟啊，对不对？我们就是说现在你泡茶好了，你的泡茶这个温度，水的温度太强啊，水温不够，你茶叶放太浓了，味道太浓了，你这个茶叶放太少了啊，都泡不出好的茶。那么以最简单的平常生活就我们就知道啊，要平等，要均衡啊，这是啊，一啊静坐时候调局，我们的心往上飞扬，到处飘，精神太好了，精神太好了。相反的，你就昏沉了，心往上飞，天空到处飘扬，心往下低沉，落入昏沉睡眠，都不没有办法得定的，这都是一个修定的大障碍。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如果太过极端的发愤，发愤图强的极过分的话，那也就没有办法成功的，这是平等的精进。同时这里讲精进，不会因为你的用功办道，不会你的这个努力啊，这个图强啊，而产生一种骄慢，因为这是很多人的病啊。世俗人有钱有地位，功高我慢；有的修行用功办道人也是这个情形。我很精进，我能做，别人都懈怠，别人都堕落。不能有这样心，你就说只有我能精进，我行，别人都不行，这样都是不合我们所讲的精进。那么还有呢，真正的精进，当我们用功办道，好好去修行，我们会得到一些因为修行而得到一些境界，证得一些什么正量。我们一般人有一点境界，有一点所得，就产生执着，产生爱畏，就认为这是好的不得了，不会的，他永远记得要不放逸，你一落于染爱，你落于这个执着，那就跟佛法所讲的不放逸就不相应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一个精进者，一个精进者那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能够摄受它，保住它，永远不退失，不是三天两天，不是几分钟的热，你们所说的，就是开始几分的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非败不可了。真正精进的人，保持永远他的这个气力，能够勇往直前，永不退转，我这话就是这个再而衰，三而竭，那就在这个道上就走不上去了，走不上去了，所以在这里佛陀就开示他，就是精进太极，走上极端了。
你就产生你的掉毁啊，你的心的乱散乱，你就是形成了你的急躁不安。相反的啊，如果精进太缓不够的话，就会令人懈怠。所以这时候要将它平等的去修精进，也就是佛法所讲的一个正精进啊。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位尊者二十一耳是一个聪明人啊，马上听懂了，马上得到受用了，啊，就欢欢喜喜的啊，作礼而去，跟佛陀顶了礼啊，我就离开了啊。那么这时候离开了佛陀啊的座下啊，尊者二十一耳啊，他就在想到世尊的教诲，想到我们佛陀的这所有的这弹琴的比喻啊，精进啊要恰当，精进要正精进，不急不缓的精进啊，这个持之以恒的，哎，叫持之以恒，不是今天精进哦，那今天弄啊身心疲倦哦，受不了了，明天就睡觉一睡睡一天哦，一步一抱十寒，那是不行的。好，哦，那么当我们这一位二十一耳尊者啊，常常就是思维佛陀的慈悲教诲啊，他时时自己就是在那边啊禅思，这一阵子用功把握这个原则啊，继续修他的啊菩提分法。不管修数念处也好，修七觉分八正道也好啊，那么都是要如同世尊的教诲啊，要保持啊这个啊后续的这种力量，能够长久的这样下去，乃至于最后我们二十一耳真正啊落尽心得解脱，成阿罗汉了，成阿罗汉了。哦，所以修行，我们啊，台语说的“刚我一点一点关”，这个诀窍要懂。哦，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诀窍，也就是它的善巧方便，怎么做？你是日常生活之中，你说行禅走路也是在修行，走路修什么行啊？你说我们在吃饭，吃饭也是在修行，时时处处都没有离开修行，我们在见闻觉知啊，这样平常的事情我们都能够跟佛法的修行相应，这个就是要你会用功，这样你精进啊。有人说哦，要精进的拼命，拼命的结果马上命都没有了，慧命法身就这样损伤了啊。所以这一点是一个重要，所以这个二十一耳哦，真的遇到善知识，为了了不起的圆满的善知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佛修行啊，良师益友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没有遇到真正好的善知识，说那好啦，我刚才讲的说那你还俗就还俗啦，说也对的，你这么精进都不能成功，那回去还俗哦，好好享受啊，这个人生的荣华富贵，还可以行布施，以后啊，多多来护持三宝，多多来供养就好了。也许我们就这么讲法了，那就是啊，就是误人啊，误人的前途了。本来像可以当生可以得到解脱的，经过你这么说啊，他想啊，那好了，那我就回家了，啊。
那纵然也得到人生的一些福报，哦，修布施得到一点的功德，可是这些功德都是有限有量。站在解脱道来讲的话，如果这个不能成就我们的这个解脱啊，不能取向涅槃，再多的福报，再多的功德都没有什么用。意思就是说，啊，你拥有多少的产业，啊，你有这个银行多少存款，这个存款，啊，如果对于你的佛法修行，啊，对于你的菩萨道没有帮助，这些钱是废物，没有用的。反而很多人因为太多的钱而造业，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要啊，以佛法时时啊刻刻在在处处都需要有佛法的引导，只有善知识来这个啊这个啊指示我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二月比丘终于啊皆大欢喜了，因为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因为佛陀的慈悲教诲啊，使他呢真正的完成出家的功德了啊。那么这时候尔时尊者二十一而得阿罗汉果，若灭绝解脱喜乐，作是念：我今应往问讯世尊啊，由于佛陀的慈悲教诲啊，所以终于走上路了，不会在那边呢这个冤枉啊，修不到行啊，修不行啊，完了在虽然凭猛用功啊，猛用功结果用不上力，那真是很可惜的。现在因为这佛陀的这个善巧啊教导，所以说他真的很快的很容易的真是啊达到阿罗汉果的地位啊，那灭绝解脱喜乐啊，感觉到体验到啊，得到现观啊，正得啊真理啊，断尽一切累赘烦恼系缚啊，那时候我现在已经修行成功了，修行成功，那我今天往问讯世尊，我应该去来问候世尊，来跟佛陀来顶礼吧啊。那么这时候尔时尊者二十一而往诣佛所，稽首离子退走一面啊。我们这一位啊，一而比丘就来到佛陀的座下，跟佛啊来顶礼，五体投地的顶礼，而后坐在一边。白佛言：世尊，世尊，与世尊法中得阿罗汉，尽诸有漏所作一半，舍离重担，待得己力，尽诸有劫，正自心解脱，当于尔时解脱六处，云何为六？离欲解脱、离慧解脱、缘力解脱、爱尽解脱、诸取解脱、心不妄念解脱。现在我们一人比丘要来跟佛陀报告他的心得啊，他证得阿罗汉果了哦，那究竟啊这个得到什么，他的境界啊，现在是已经这个啊所作一半功德圆满啊，我们啊就跟佛陀啊这个报告啊，世尊啊，我已经在你老的座下得到阿罗汉了，阿罗汉在这个经里面就是无学的，不用再学了，毕业了啊，圆满了，真是功德圆满，尽是有漏啊，所有的烦恼最根本的贪欲嗔恚愚痴三毒
以及其他所有烦恼。所以平常我们要对这个阿罗汉正涅槃，涅槃两个字的解说，就本来这样定义啊，诸漏已尽。更明白的说，就是贪嗔痴贪欲已尽，嗔恚已尽，愚痴已尽，一切烦恼已尽，清洁溜溜了没有烦恼，所作已办，应该做的已经做完了一个学生他有他的功课，他应该修了学分，学分修完了，毕业了，舍利重担。我们天天在挑，挑的破铜烂铁，不是白天，也不只是晚上，可以说，这个昼夜六时，佛教就是昼夜六时，分分钟、秒秒钟，没有一时一刻不再挑重担的。你说我没有事啊，我在这样清闲啊，有烦恼就有重担，你在担忧什么？你在烦恼什么你有什么就放不下就是个重担。现在证得阿罗汉果以后，这是担子已经放下了，我不要再挑担子了这当然待得己力尽之有解，我已经自己的功德利益解脱已经完成了，所以待得己力已经己力的功德，当然站在我们大乘菩萨道来讲，也许这不是完成这是个开始从这边以后还要更长的路还要走好像就是菩萨道走个的般若道完成这个法性真理的体悟以后，还有方便道，由这个般若道取向这个方便道，做尽以后还做什么？做不完的事情主要的就是庄严国土成熟众生，除了庄严国土成熟众生，还是庄严国土成熟众生，永远就是在这边用了。那么可是站在我们的声闻的解脱道来讲，功德圆满也没有这个其他那说要不要去说法度众生，随缘吧佛度有缘人，有缘人就去度他嘛。假如你跟他结缘，有这缘分，你有这福报，你有这善根，那就是会跟你帮助你，助你一臂之力那么否则的话就到功德就应该做到这里，尽之有结，所有结心结，我们说心有千千结，所有心结，所有烦恼所有让我们不开心的让我们不如意的一个一个的结全打开了，正智心解脱也能开发了佛法的智慧我们平常说由这开始学佛本着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生德慧，先天的本能，凭着我们的脑袋来听闻佛法在这个佛法路上闻思修，这闻思修的功夫闻思修的结果，开发了真正的也就是无漏的解脱了
趋向这个涅槃的那种智慧已经得到了啊，正知心解脱啊，烦恼解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听这个义尔尊者这个比丘啊，他讲到解脱啊，六个地方的解脱，本来一了百了就不用说了，我们就是得解脱，得到慧的解脱，得到这个啊具解脱，在佛教平常是这么说的啊，烦恼的根本就是无明啊，我叫无明。烦恼的这根本就是贪爱，离那这个无明，把这无明打破了，得到智慧光明啊，那时候的解脱叫慧解脱，智慧的解脱。另外呢啊，贪，我们离开了贪欲贪爱，就得到心的解脱。那么这里讲的更详细啊，就是什么东西是我们不得解脱啊，他说离欲的解脱，离慧的解脱啊，远离的解脱，爱尽的解脱，诸取的解脱，心不妄念的解脱，离欲离慧啊，这个原理的解脱。我们说贪嗔痴的这个烦恼彻底的解决了，把这个三毒，把这个根本这个烦恼解决了，那当然就得到解脱了。那么讲远离啊，首先呢就说啊，根据修行的这个过程来讲啊，一个在家的一个居士啊，由于他对三宝、对四圣地啊的一种深信，他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不要再被这家庭、被这种种境所系缚，他要求出离，嗯，对，要出家了，一心好，而取向啊，离家出离啊的方向。那么接着戒，由于他的戒持戒，不恼害有情，不恼害有情，不恼害有情啊，那就是啊，从这里面啊，而得到无恼的一个啊圣解哦，所以在这里，爱尽解脱，原理的解脱，诸取的解脱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啊，爱主体爱境界爱。或有爱，爱尽了，就是招感未来生死的种种烦恼啊，种种的力量完全不存在了，这是爱尽的解脱。诸取的解脱就在现在当生啊，什么东西会引起他的执着，他要抓住什么，还追求什么，没有了，心不妄念的解脱，这是达到无学的地步。因为就是说，我们常常说，我们常常啊、哦，脑筋不作用了，念力啊这样衰退了啊、
忘东忘西，这个忘记原来忘记了，啊，那么修行啊，达到修的一个阶段，还没有达到无学阿罗汉的境界，还会有些还会忘记，有些忘记，哦，要去再想一想，啊，去这个这个啊加工用行，用点心才会记起来。那么如果我达到这个阿罗汉呢，那没有问题，随时随时随地啊，哦，在梦中之中把它喊醒了，马上他就都没有忘掉忘地忘记了。所以我们中国古来禅师好像呢听就在睡觉，马上喊起来问问题，我们会说迷迷糊糊的，不要在你那里讲什么，他马上就答复你，连睡梦之中都不迷糊的。所以这个悟了以后呢，就是一点不马虎的，所以不妄念的解脱。那么接着我们这个最了不起啊，这育儿的这个真是，我想这个人啊，既然是有钱人家啊，这个一学问哦，这个读了蛮多书的了，哦，所以现在的在对佛法的这个的悟入啊，当然非常透彻，非常广大啊。从这边要表白啊，就是给所有的后来的人借这个机会呢，就说他是啊怎么样得到解脱的，他的修行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世尊，若有依少信心而言离欲解脱，此非所应。贪慧痴尽是名真实离欲的解脱。那么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信啊、戒、思、闻、慧，我们这个讲这个一个啊修行人在家居士一个标准的啊这个啊具足无法信戒思，不是思，或叫做舍啊，一个是啊闻听闻佛法，一个是智慧，这是作为一个真的标准的名副其实的典型的不是泛泛的一般人了 啊这在家的标准的优婆塞。那现在呢是我们这位阿罗汉，从他开始出家的时候，当然要讲信讲持戒啊，讲原理种种名利地位啊。那么现在就是说啊，一般开始由在家而取向出家，当然有信心是重要，对佛法三宝四谛的信心才能使他啊这个啊如爱如亲而走上出家的一个啊等的路啊。那么由于他出了家以后，当然要守持啊不恼害有情的种种戒律，所以持戒本身就是慈悲心的啊表现。有恼害心，慈悲心不够，就没有办法持清净戒啊。那么同时啊，出了家要走解脱道，对于恭敬供养名利地位，现实中的这个一般人所追求的要远离，得到离欲。那么现在我们这位义儿比丘他怎么说呢？假如只是本着一点的信心而说他已经得到离欲，得到解脱，显然可以说这是不够的，不是这样而已，不是这样而已啊！真正能够离欲解脱、彻底解脱的，是离贪嗔痴
的三毒，只有能够解决三贪嗔痴的三毒，才能真实的离欲解脱。那么接着，若复有人依少持戒而言我得离慧解脱，此亦不应。贪慧痴尽是名真实的解脱，怎么样才是真实的的解脱呢？你说我持戒，我不恼害众生，我就得到离慧的解脱，慧嗔慧，离开嗔慧解脱，那显然这还是不够的，不能凭着就说我能持戒，持戒还是有着外在力量。好像你是犯了戒，人家会批评你，看不起你，你名誉不好，还会说你这个犯了戒将来也会堕落。哎，这个一般人的观念，现在如果说只是持戒而说你得到慧解脱了，显然这还不是真正的解脱，真实的解脱，真实的离慧解脱，是要贪嗔痴三毒完全能够消除。接着，若复有人依于修习力扬远离而言远离解脱，是亦不应。贪慧痴尽是真实远离解脱，什么又叫做远离解脱啊？不是我已经名闻利养我都不要了，都是淡泊名利了，我得到解脱了，还不是贪嗔痴烦恼彻底解决了，才是真实的解脱。好，解脱就是这样子。好。